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大家知道蝎子的尾巴上有一根毒刺，里面充满了毒液。我一直很好奇蝎子的毒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能不能把蝎子的毒液挤出来。目前采集蝎毒常用的方法有剪尾法、电击法和人工刺激法三种。剪尾法和电击法这两个太残忍了，我这么有爱心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做，只能用人工刺激法。看着毒刺多吓人。我们抓起一只蝎子，让它遮玻璃片。喂，你倒是遮啊。哎，跑了。这样也刺激不到蝎子，得想个办法。嗯，这样就好办了。快分泌毒液啊，好像还是不行。难道我的手法有问题？玻璃片太硬了，是不是很不舒服？要不换个软的试试？首先，先夹住蝎子，得让它感觉到有危险，然后用这个软管收集毒液。哎，看到了吗？蝎子在不停遮软管，好像这样可以。果然，这玩意儿是吃软不吃硬啊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收集到毒液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，软管上有一些细小的液滴，弄到玻璃片上应该可以看清楚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蝎子的毒液，据说这东西比黄金还贵，发财了。